今年终于种出了白白胖胖的大萝卜，心里特别高兴。往年因为我的菜地少，不能种萝卜，种过一次，还因为种得晚了，萝卜长得很小。今年因为扩建菜园，增加了种植面积，所以我在这块三角形的新菜床里播种了一批萝卜，并且喜获丰收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种植萝卜的过程。今年七月下旬，我在这块菜床里播下了几种不同萝卜的种子，不到一周就出苗了。因为疏松的土壤有利于萝卜根茎膨大时生长，播种前我就在菜床的土里混入了 peat moss 和粉碎的干树叶以及沤好的堆肥。出苗后，因为天气炎热，小苗生长比较缓慢，叶子还有些被虫咬了。当时我还很担心它们长不好，结果后来它们都还长得不错。这是一个月后萝卜苗的情况。到了九月中旬，萝卜的叶子长得非常茂盛，根茎开始迅速膨大，九月底已经可以看到相当大的萝卜长在地面上。这期间我基本上是每两周给它们上一次追肥，还上了两次草木灰。到了十月中旬，一些萝卜已经长到了可以收获的大小。十月下旬收获了第一批萝卜，因为我种的比较密，把大的收了，给小一些的腾出空间，可以有机会长大。看到比较挤的，就把大的收了。收获的萝卜又脆又甜，非常好吃。因为我种植了几种不同品种的萝卜，所以可以看到有绿皮的，有红皮的，还有白皮的萝卜。它们的生长方式也很有意思，有的是竖着长，有的躺着长，有的半个身子在外边，有的几乎全埋在土里。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，天气预报一周后我们这里的温度就要降至摄氏零下了，所以我今天把大部分的萝卜都收了，还只剩下五个比较小点的，让他们在地里再多待几天。总结一下这次种萝卜成功的经验：一是要早播种，虽然萝卜是秋菜，但要在夏天播种，一定要在七月底之前把种子播到地里，这样萝卜才有足够的时间在霜冻到来之前长大。二是播种前要把土壤准备好，萝卜喜欢疏松肥沃的土壤。三是要定期施追肥，在根茎膨大期施一两次草木灰。四是根据天气情况要及时的浇水。今年种萝卜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今年种的太密了一些，所以有些萝卜长得不够大。明年我应该加大苗与苗之间的距离，使萝卜有足够的生长空间。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给我留言，分享你的萝卜种植经验。
非常感谢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